好美的，噔噔噔噔，来，还有，还有吃法，先挖一半，一扇木，先挖一半，到这里面去，然后这个里面的搅一搅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挖一半去，挖一半它空嘛，然后这个里面加这个进去搅一搅，对，他说加这个甘煮之鱼，就这个。在这个里面啊，等于这个是吃原味啦。对，这一碗是吃原味，然后这一碗就加这个。嗯，那一开始哦，对不对？切一半。这个。这个啊。可以先把芥末跟酱油先放进去。对，然后淋上去再。哦。淋上去。淋上这个吗？淋上。淋上这个。第一步这个有中文。哦，有中文哦，真小，有中文，这很小的中文，哦，浇在料理上，好酷哦，浇去，等等，赶快赶快拍照拍照，耶，你要吃吗？那你这个乌米没有一点点过来哦，不用，它都移到旁边，哦好，妈妈来，这个是什么？乌尼，乌尼，海胆。来讲一次。乌尼，乌尼啊，中文叫海胆。哇，很好吃，很甜哦。那再给他拿小碗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拿小碗来。嗯，去姑姑那，姑姑喂你。饭饭。有没有啵啵啵啵啵？你要不要吃很多啵啵？哦，耶，这边也很多啵啵。噔噔噔，好了，你要再换第二个吗？第二个就这个啊，这个把它加进去而已。可是你瓦萨比不要加全部吧，瓦萨比先挖出来吧。对对对对，他是说这样淋上的。哦，好啊。OK， 耶、yeah, ，享受。看我这里，来看看，眼睛睁大点。对对对对，对 ，OK， 好。